即刻来到苗栗县狮潭乡的义民庙。苗栗狮潭乡究竟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呢？就让瓜哥通通不合理带。今晚参与节目的特别来宾有阳光型男郭士伦，外形靓丽高挑的美人吕新燕，南大学生最爱的水美眉严凯，还有歌艺舞艺样样精的靓妹张琪慧。来到这里苗栗狮潭呐、啊，我有很多同学是在这里的。各位有没有做功课、啊、来到这里啊？有，我有。今天来到这边义民庙，观众朋友来到这里之外，还可以到附近哦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做明凤古道，到那边去走一走。想到这个古道啊，就让我想到一首歌了。山呀山哟，绵延不断，青山在古道哟。悠悠闻风长鸣山呀，咱们步步高升哟。看风如火呀，点燃加油，前线心血多。那个前人种，后人乘呀，古道照颜色哟。金山古道啊，金山古道啊，对，你刚不讲古道吗？对啊，这边我们要介绍的是迷凤古道啊，里面没有唱到迷凤古道啊。哎呀，你说你没看歌词，他这个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感念先贤的努力。所谓的古道，就是呢早期先民开垦，为了方便运载东西的。哦，对，迷凤古道呢也是原住民开垦的，而且呢这里的水土保持生态做得非常的好。对，所以这首金山古也有金山古道在新竹啊。对，这整首歌的意思就是感念呢、啊、他们先人呢、啊、是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，才唱了这首歌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金山古道，走啊！啊，明凤古道，为什么不去金山要到明凤呢？不是因为呢，在这边呢，现在这个季节呢，正是油桐花盛开的时候，大家呢都来到这里，漂亮漂亮。然后晚上呢，满坑满谷都是萤火虫。走，我们到金山古道，走。不是明凤古道，古道明凤。待会我们来看明凤古道。对啊对啊，但是呢听说相亲啊早上六点多就来了。每个礼拜都有人六点就来了。他六点来也不是为了我们，他反正早上六点来做运动。没没没没，拜拜呀拜拜啊哈。哎，五百五百五百，我们上游戏了吧，上游戏。有有有，妈妈你好，你刚刚有没有给我来家做文章啊？早上很早就来这里，知道你们要来。我真的送奖金给他，应该送奖金。玩游戏，上游戏，那喜欢玩，一个人玩。你要玩的游戏，玩游戏怎么拿那个喊麦克风来的？有什么？苏良公有美丽妆。哟，我把美心香。你咱手的棒不是麦克风。哎，还有呢，我还有歌。不能不能，你你今天你来叫唱歌，还是来叫耍游戏？啊，耍游戏你提麦克一直唱。哇，你真是啊，因为唱歌。你听啊。不然你唱歌，你明天直接你报名就好啊。嗯，去看上网可以看东区试唱会、北区试唱会、南区试唱会。你刚听完了这样唱，然后还要去试唱会啊？不要浪费啊！啊，你哪不耍游戏？你贵啊？开六十的，六十啊，哪里会升上啊？那研究生，头好壮壮，来，很少有五六十岁玩头好壮壮，他头也很用力的。你有练吗？我很有。你有练啊？有，用都丢了。用了就用了。哇，这剩下，我身体很壮。五十几岁，那这样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我让四哥了，四哥。这个差不多一直走过来，转过来，
老尊贤的精神真是让人佩服啊！瓜哥挑战77岁的阿贝。77岁的。77岁了。77了。平常都有在这个做生务农吗？有。现在还有啊？现在。劳动我跟你讲，劳动了。且慢呐、啊，以你的吨位这样冲过去还得了？最精彩的最大级科技嘛，开机了！他五十，那是差不多。你来好像37岁呢。相当恭维呢，你看我们37岁。对呀。麦哥哥啊，哎，我牛背了，麦哥哥。大哥他都不要，我们年纪，我们因为啊，他都50-60，我们这两里找50-60，除了我比较大点，你看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要找女生你几岁？20年，25、27，不到30。小天上你来了。小天还最喜欢你了。没有，我喜欢小天，他更小。可是里面算一下，只有你最跟他最匹配啊。不要让他妈妈来好了，我是做阿妈的，我在你做阿妈，对啊，好，来来一遍，好，哇，加油，加油，你看这部没给我盯着没？你们这两个没的，我看别人一点不来，我别弄，我看不到。集合支持日，明日7:30到9:30。我的女儿秋光了，还要拿，我还要唱歌啊，没了啦，喂，头好壮壮，去哪里啊？好了，亮点出来。到三了，你那领酒，我哪会还你呀？还你，来来来，小杰，完蛋了，四个，可以的，走好。
谢谢谢谢。我们要玩游戏，玩游戏。点都就在这里、哦、还有相亲要玩啊、哦、那可以啊，本来我们就送红包给他，还有是是是是、啊、下面一个的来，下一个啊，那要点啊，你哪要点啊，一大早就来排队了，大家相亲了，你好，要玩游戏啊，对对对，大哥玩游戏，我们节目就是送奖金回大家给送钱，你贵谁高帅徐耀徐你啊徐妹妹叫谁，77岁的，其实身体很胖瘦啊，有重点吗啊、哦？那你身体弄打你听到弄打你吗？那身体很好，身体好。要玩游戏让我来，那这样我都没玩到了。啊，你还没玩？你访问一下，先访问一下。我访问一下。很暖，可以很暖。啊，这边你好，你说你70几岁了？77啊。啊，77了啊。他平常都有在这个做事务农吗？有。现在还有啊？现在劳动而已。经济独立了，准备把脚举起来，这样准备，这样好，脚举起来，准备，经济独立。光哥，看这个局面，好像是你输哦。董月花要玩游戏，却变成，哎呦！什么风把你吹来啊？今天都有那个什么那个对拿红包也没有用，玩那个游戏啊，玩游戏啊！我说真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没准备几个游戏啊，没准备道具，没有，我自己有。夹着三颗气球来，好像不是要玩头好壮壮哎！精彩的最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好了，快点，准备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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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经济独立了，准备，把手举起来，准备，好，手举起来，准备，经济独立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好了，好了，干杯啊！喝瓶暖身好吗？你们防护很暖身，我想跟他玩经济独立，我要挑四个嘛，一个他，一个他嘛，还一个他，哎，再一个他嘛，好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一大早就来排队，要是全部八个人都要跟你一起，对呀，八个，不要跳，不行的，没问题啊，你这不强壮嘛，我一个送八个，我一个送八个，送八个，我要防寒枪，好，防寒枪。环环相扣，对了，台湾黄奕杰的话，有准证人啊。跟黄奕杰不好对，你要黄奕杰啊。我那么形容他，一个就表面来的。我怕你杀的，你已经冲回来的，我就杀的了。哦，安尼话，背啊，背啦，八个，看他们这个年龄平均有50了啊。来，环环相扣，来，你看四代相亲多热情啊。对啊，老的老，小的小都看不懂。你好，有困难接风吗？几点？7:30。7:30。啊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种田吗？家庭主妇？理头发的。理头发。好，那待会把他们两个剪一剪，剃光头，各位。最近在留头发还要钱。阿莫，60吗？74。77多了。70多了，你看看。有宽啊，羡慕吗？我有宽中一大吉了。我在看啊，对，阿妈在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你们的看呢，是我们最大的精神鼓舞。对。来一遍，来。环环相扣，加油啊！Yeah.
听我讲，你最后根本不能脱手去的，要整个队伍牵着过来，嗯，知道吗？嗯，所以要扣五秒，没关系啊，他们一样做一样扣秒数啊。好，来一位，好了，敌人被就位了。哎，我们要有点良心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们的年龄那么大哦。对啊。虽然我们按照秒数加了五秒，嗯，但是如果我们呢比人家好的话，我们就把他五秒扣掉。这样子啊、哦？对对对，你看你们两个指挥，我看我跟董哥胖子都加进来。这一定要把胖的放进去啊。你这样手这样牵还蛮顺，还可以吗？要食指这样比较紧一点。会吗？这样比较不舒服。这样，你不要忘记我，你想这样，快点啦！不要不忘我，讲好了。是有那个人说，大家准备，还完相告。开始。卡的最凶啊，就是花哥，花哥不止你一个，董哥啊，你跟董哥好，两个都差不多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，那个齐慧才笨呢，他竟然觉得他可以剪进去，麻花卷一样，夸张哎，还能劈腿的人呢？对啊，他一直套不进去，好烂。鬼火手队你们三个啦，好，三个，要选最烂的呢，最烂的，最烂你要干嘛？一二三。班长，来，容易，又要赏钱你了，大福呢啊？安福谁的啊？再看我们节目，礼拜天了，礼拜天有个7点半也是要看啊，礼拜天。我们真的要看。一二三，耶！刚刚小贤介绍的明凤古道就位于义民庙的旁边，那里可说是美到不行呢，整个山边还开满了油桐花，带着全家大小利用假日去一趟苗栗一日游可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狮头山就在这附近，还有一个仙山，有非常美丽，你看四处环山。什么风把你吹来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在哪，你们在这个地方啊，是台上录影啊，那时间我也是6点就来了啊。好久不见了啊。不对啊，像是我们的关系你出现，怎么今天到这里斯坦你也来到这里啊？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在这个桃树苗一带哈、啊、你只要以这个苗栗为中心点啊，它叫拿盐龟啊，盐龟啊，盐龟、啊。一坝这个盐啊，这个大概在100公里啊之内，整个这个七呀、啊、都是我的地盘，都是你的地方。你今天是出来跑票选立委啊？动善，以我的人脉，我早就死可以选上了。可是我对这个政治是没有信心。可是很奇怪啊，哎，我自己露营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？对啊。我也是临时第二天啊，告诉我在哪里，我都来。不是，因为我也有加入你的这个 Facebook 啊，我有 Facebook 上面就有公布这个录影的地点。我有加入你吗？我有加入你吗？对啊，这就按确认了。你按确认了？你的好友。跟我讲，我没有按哦。我那个助理，因为我那个助理啊，他按下去之后就被我开除了。你要助理怎么了？啊？你又把我删掉了？不是删掉，我现在整个停掉了。啊，所以你是透过 Facebook 知道我们在哪里录影啊？对。哦，那没关系嘛，那我们上这个官方网站啊，中医大集合啊，也会知道的。反正有跟浙大联系的。对。所以今天难得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拍照了，拍照了。不，
我今天其实是来介绍一个好东西给你们的。啊、你要介绍东西啊？我不是讲过吗？以这个苗栗为中心点，发一个盐龟。讲过了，讲过了。啊、开府了，公馆了。我知道，知道，都讲过了。这样好了，你们不是都是每次见到光标很有创意吗？啊、对、啊。我也准备了个创意啊！啊，你有看我们节目啊？有我，现在改七点半嘛？对啊，对啊。对你今天这个东西要有创意，有创意。好，来赶快创意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样很简单，好的，以你们智商一次就猜中嘛。好，来来看。糯米肠哎，我介绍的是创意的客家菜，创意的，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好，我，哎，啊，来用什么东西？啊，对的啦，我说你们啊，这太过分了，你看人家比什么，你们一直看人家身材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什么看脸嘛？对，是看你们肉的长的，看脸，对，他介绍是猪头皮，猪头。才中了，你这不是什么创意啊？哎呦，你带着什么团队啊？一点这个知识都没有，他尝试也很差。他是你们的前辈，你们讲话不要这么用猪啊，都跟猪有关系。哇，爸爸，我们佛祖做人啊，摸鸡呀、啊。其实我一比呀、啊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安丁某宽道，我们现在今天呢、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再次合体，我一合体之后啊，是你们一猜就知道，真的吗？我要介绍这个客家菜是什么东西啊？合体啊，合体啊，合体啊！您早就该把瓜哥拉出来了嘛，这个明显，你要介绍的就是大肠包小肠。谁包谁？我不一定，这很难讲，很难拿，还很难讲。要介绍大肠包小肠？哎，对，那就不是啦，这么容易的，跟肠没有关系的。那你要介绍什么？哎呦，我不能气死了，它是属于肉类还是植物类的？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贵族呢、嗯、然后他呢主持那么多节目，对啊，他这节目里面就没有什么，就是口德，我就没有喜欢损人，喜欢损人，所以贵族他就喜欢损人，这叫我是不是损人呐、啊？你好朋友还站在你旁边对你损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贵族他是没有，他是损人，你这个嘴巴还真是够。对、啊，你们呐、啊、最坏，你问相亲，不光会损人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损人？会的，请举手。会，他们在哪？他们没有相亲都基础了，他们都是啊，羡慕你安吃的哈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这种贵族笋呐、啊，我们笋子介绍多了，今天不要介绍这个啊，损人家的东西不好嘛。来，我们介绍别的好了，走。不是、啊、那个啊，介绍东西来的，好吃的、特产的，是不是都有那个、啊？对，是吧？红包啊，拍照有啊，有拍照。有拍照。谢谢，我们要大声。不是啦。都有那个什么那个会拿红包有没有？有玩一个游戏，玩游戏啊！我说真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没准备什么游戏啊，我们也没准备道具。没有，我自己有准备。你好，好专业哦！自己有道具，对，有些相亲我们没有算到，他根本没有准备道具。对啊，有些相亲我自己准备了。好，你要玩这个。好。是我的强项。早讲啊，我都知道。气球弄错嘛？那叫什么？这什么？的？我知道的，这个是气球，这把头好壮壮，来。贵族笋啊，对，就是他哦，喝完就这样子，亮的亮的，对。
所以你要笋子早上就要去摘嘛。对，那你们是什么时间去摘？早上五点。五点。早上五点。就长这个圆形是这样的。对对对。如果不摘，就变棍子了。对，就变竹子了。变竹子了。多大多大摘是最好的？摘一天多，就这样吧。一天这么快？这么快啊？那你每天都可以采收啊？隔天，不是啊，你季节是每天才采，每天采收嘛，就隔天就，对，就一年360天就吃得到，不是，他采季大概三月底到六月份，对啊，三月到六月，所以他三月到六月每天可以采收，真的笋，雨后春笋就这个了，对，哇，你看这个生吃吗？不行不行，哎，你猜是熊猫会不会喜欢吃？哎，对啊，熊猫会。可能吃起来会上瘾，对。可是它季节有限呐、啊嗯。哇，那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它的要采收的这个样品，煮出来的东西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好哇，先吃哪一个呢？先我介绍这个凉拌的。凉拌的先来。开胃啊！在开胃，从料理来的。对，那个我经过我们农会辅导的连妈妈经验班，哦，很脆，味道。对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吃这个凉拌吧。那这个呢？这是桂枝笋汤。哇，猪腩汤的。汤的。哦。排骨汤。嗯，为什么硬很脆啊？真的、啊。好嫩哦，跟泡汤起来的完全不一样哎。所以说。好好嫩，好软哦。熊猫如果吃到这个笋，哪要吃那个其他笋？嫩哦。对啊，吃很好吃。很开心吧？那就干脆变成客家熊。哎，客家。哪有？你有什么东西要给观众分享的？有，有东西。还有啊！还有啊！朋友啊！啊，这是我男朋友啊！你男朋友？那可能我很快就变他们家的新 Q 了啊！媳妇了，媳妇了啊！你不要害媳妇了啊！喂他。你们刚为什么画叉叉圈圈？那个我没有准备啊，其实我忽然想到了，我要玩一炮三响。好，你要玩一炮三响？不会的啊！哦。我是一瓶嫩肉，我是要扣下是万古啊！啊，没关系啊，以后还可以玩，以后可以玩。你这个我叫这个竹子好不好吃啊？可以竹子，好吃啊！对，又便宜又好吃，又营养啊！对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有好礼大香肉哦，还有好礼呢，包括有芥姜，芥姜就福袋有这个福袋哦，那又送给大家好福气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还有吗？只要上网还有那个刽子手，不是哥。特别有准备要送给大家，你看我们有送这个福彩，福彩，吉祥，拿着现在，怎么样？还有福彩，还有一个福袋，福彩，这福袋带给大家好福气。观众朋友，看完节目上网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这一组了啊！对对对，真的感谢了，有这么多礼物送给我们。刚刚没有想到你要玩游戏，我现在想通了，来，好，来来，进来，你这回玩，哦，好，来来来。你不是在玩吗？瓜哥别耍他了，他要玩的好像不是头好壮壮哎。五岁玩挑战鱼跃龙门，我们不仅是大人，小孩都要喜欢我们的节目。你好，几岁啊？几岁？五岁。好，这个跳过去三万了啊！三万！好可爱的胖娃儿哦！不过瓜哥，他怎么可能过得去呢？你是在刁难他吧？最欢笑的时刻都在今晚的综艺大集合！真的感谢了，有这么多礼物送给我们。刚刚没有想到你要玩游戏，我现在想通了，来，好，来来，进来。你这回玩，我好，我玩。你不是要玩吗？你又误会啊！你就奇怪，你看，超搞笑！我是一细皮嫩肉的。那你要玩什么游戏？我找了几个朋友来啊，他们说很怀念以前啊。你们在那个庙口，你看我们这个义民庙啊，我们这个拜这个本灵的啊。他们在庙口，你们不是都那个板子这样一个洞跳过去，那个叫鱼跃龙门。你现在可以飞吗？不是我飞啊，他们几个练得很厉害啊，还有比我年纪大的。
每天在运动，跳延吉舞啊，跳外丹功的。哦，那我知道了啊。那既然相亲准备好了，来鱼跃龙门。俗语话说，很久没玩鱼跃龙门，相亲都想玩了。哎，那有没有报名的？我叫鱼啊，鱼啊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相亲在这里啊。好可爱啊！我要跳啊！我要跳！不要跳！啊、我没有说他比较，他有没有50岁啊？有啦，他是他们村子里面最高的啦。谁最高？他们叫小人国。好的，可以跳吗？可以吧？加油啊！跳北回来怎么玩啊？好的，七块玩啊。七块嘛，你要肯定要肯定。3000块嘞。3000块换我这。3000块，好的。就将气矿买好的啊，董艳芳，来，你先把货都表给他，对对对，那个鱼跃龙门，啊，董艳芳，这个你知道。住东西啊身边人可以跳得出啊，为国争光，为乡争光。你在哪里服务？我能讲吗？国华旅游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做人寿的。我刚才去工作。你保险的吗？对，有保险啊，那就尽量跳好了。男生2000呢？男生2000了啊。没问题。你越跳过，我再给你个香吻。我送我送我。5000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5000啊！对，为国争光，为乡民争光，鱼跃龙门。
你问那小胖要不要跳？那小胖最后怎么？小胖，我们不仅是大人，小孩都要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这小朋友刚刚很远就跟我眼睛报名了。眼睛也报名了，他很可怕哎！你看眼睛报名。好可爱。你好。美女的，几岁啊？几岁？五岁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好，这个跳过去三万了啊！三万。妹妹，他三万，之后单位不用出，我出就好了。哇，这么好，瓜哥，你看他那个气质，跟你好像哦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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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儿子啊。好的哦。我以为董明华生的嘞。没有没有，我还待至闺中哎，哇。对，妈妈。妈妈，他可以跳吗？可以。来，三万块，来一杯。加油！妈妈给他鼓励，加油。过去用跳过去有三千，跳过去用翻的就1000块，翻的没有啊，不能翻，三千的没有，乱跳，加油，耶，耶，龙门，加油，加油，不要用翻的，不要用翻，帮妈妈赚点钱，妈妈好辛苦啊，好，不要浪费了，耶，加油，加油，最乖的宝宝啊，钻进龙门。好可爱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拍照拍照，一来来来拍照。实在是太可爱了！我说瓜哥，你一开始就喊三万块，摆明知道他不会成功嘛。还好你有放水，不然他回去可是会伤心的。你看看他酷酷的样子，还真想捏捏他的小脸蛋呢。等他再长高一点，我想要过两圈、过三圈，应该都没问题的。哇，今天奶奶的这个地方啊，跟相亲玩游戏玩的互动很好。对、啊，其实你有什么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对，不是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应该回去煮饭的吧？对啊。我们俩，我们哈甘营呢，是这个很热心的啊，很淳朴的。是啊，都是以这个苗栗啊为中心点。知道的，下次我们要来这个附近呢，我一定叫他们 Facebook 封锁一下。你好烦啊，你还不回去？今天我指你哥啊，你带这么相亲都玩完了，我也谢谢你啦。我指你他怎么没？你还有侄女？白天哪、啊、晚上啊？侄女啊？怎么这么小啊？对，不是外孙，外孙女也是你的。对了，知道了啊。就你长这样子，你外孙女能长什么样子？他是个清流。我知道了。你侄女要干嘛？我这样子，因为他是我弟弟的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下次有亲友阿姨嘛？我知道，下次我们有新游戏叫扮鬼脸大赛，再请他来。这样嘛，这样。人家今天六点钟就能看，你都知道你侄女长什么样子啊？对呀，皇上，掌声谢谢他了，谢谢他。谢谢。侄女，哎呀，好乖啊！侄女是，你要叫他什么？小郑的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姨啦 ，Mickey 啊 ，Mickey， 你要玩游戏啊？我跟你介绍，欢迎，他是你的大师啦，我知道，来找，你让我找多少找人，你地址啊，儿子啊，你在那边？我在那边啊。什么纸啊？你地址那个？哎，你没有纸啊？你卫生纸吗？卫生纸，那就只有这个啊，这个，大哥，这个是这个。不，这太大张了，太厚了，就这样啊。这个哎呀，你会吧？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玩游戏啊。好，来，很久没玩的嘛。我知道。七星大，好，好，来，开始。你不是有那个什么？对，啊，喜欢玩水是不是？夏天玩水。你要玩啊？我今天跟他一起玩。人家水灵是能看吗？他长得我觉得可以玩。可是水灵呢，身上就含那个永脱残壳。你不觉得吗？是有那么一那个永退壳有没有？那个阿姨带你回家好了。为了子女，水从天降，那就完成你心愿了，水从天降啊！谢谢瓜哥，他赢的要选一桶，好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们每个礼拜天7:30都有开。好，那个 Vicky 他看着瓜哥有没有礼貌，叫瓜哥啊？有，叫啊！叫了没有？有了，抱一下，快！我客气，对了。人来就好，那么客气干嘛？他很照顾我，很照顾阿姨的。好了，来剪刀。你第一棒。我第一棒。为什么你要第一棒呢？那第一棒没关系。第一棒没关系。两个女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是第一个。好，赢了先挑一桶啊。再挑一桶。来，请到这里。一号啊。一号是吧？来，站在一号下面。选一号。没错，选一号。你好高。如果没有水的话呢，你就过关了，我们就赢了。对，应该是没有啊，应该是没有水的。没有水，我以为没水呢。来第二棒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可以了。Vicky 先选一桶啊，加油！来，请到这里。一号没有了，二三四五六。四号，好，知道几站？四号，事事如意，站好哦，事事如意。应该是空的，站好的，站直的啊。好，这个没血啊，这个没，这个。没有很少，小度。董月发，剪刀石头布。加油！不用了，我来讲。你给选一种。不，阿姨负责猜拳，我来站，子女负责站，来，你要选票。一，现在剩下二三五六啊，三号，三号，没有要叫你站男，要站什么？站好，来看上面，你要先看上面。还有机会。
一万我一万了，没有发现了。好了，剪刀。问你贵姓啊？怎么称呼啊？张口吕啊。张口吕啊。呀，绿绿绿绿呀。剪刀，剪刀，剪刀，石头。来我剪那个地方，你剪不用剪的，不用剪的。你也不用选他，你选一桶他也要占一桶，你过来一桶。对啊，你选他选哪里？你选哪一桶？你可以选几号？五六。你选几号？五号。啊，那六号就你了。今天就是六号了，因为剩两桶了嘛，不是赢就输了。对对对。不用怕，这两桶一定有一桶没有啊。我觉得是我有。一起啊，等一下，抬头，抬头。上面一起看上面好了。你怎么认为是你这桶？我觉得会有我的啦。我没有问你有，但是你要回答什么？我在问你为什么认为是五号？这样这样这样，因为我最后两次都被弄到了。那你可以选六号。他们可以输的。你认为这桶啊？我。你认为这桶？要换吗？不要了。来，你。看上面，看上面，看上面。啊，五号没有。我们哦，还好我们今天从铜锣来啊，从铜锣来啊，毕业了，骑摩托车，自然就念书啊，毕业了，毕业的啊，阿姨有照顾你吗？有有，照顾啊，我到现在还在帮他洗澡呢，真的，这个讲得出来，谢谢谢谢，他妈妈就谢谢。我再请问一下最富豪，你们现在还有游戏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要走了。对，我好像什么都没玩到。你有头好撞撞啊！头好撞啊！鱼跃龙门呢？我撞了27，现在还在晕呢。对，你有鱼跃龙门吗？对啊，那为什么我一块钱都没有？你是个贵妇，又不是为了拿奖金的呀。那么有钱。下次记得啊，我们到这里的附近都要把微博啊、Facebook的封锁。来，一二三，我知道。百味说你走来卖药啊？无啦，我唔卖药，卖到变变叫啊！我唔是卖药啊呢，你这大口唔同我白讲话呢。伊也无讲话啊！你莫先生，你啥物讲话？你卖无这福气。我小三啦，小三啦。董月花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横竖怎么看都不像小三。假三天王董事成就来了。任督二脉，行走合一，跟着我做的天灵灵。我小三呐，小三呐，小三，小三，我想这块呢，你们不扯美工，你干嘛掰啊？并且公话嘛，要不要转移话题？不是，人家北这边有啊，我呸，那人家被老爸上。
油啊？对啊，好啦，我冇卖油啊啦，你吃啥物啦？有良心啦！哎、啊欸，人即马是青菜，人青菜人啊，介绍油啊，讲着重点对啊，唔啊，袂使乌白白，你袂使凊彩讲介绍油啊。啊，不，你做平平点点来创啥？我咧卖 CD 啊，卖 CD， 我咧卖 CD。哦，唔是咧卖油啊？没有了，而且啊，即马就等于夜市啊，老哥。对啊。啊，路边摊啦，是讲吊篮车哦，拢讲迄，我咧油啊，贵哩，遐贵哩，几厘米？哎，拢骗人的，唔通我白白。我听别人介绍油。现在讲到吼，人家都会涂卡吃了会飞啊，你哦。介绍什么神奇疗效？那种油啊，都比什么油啊？对啊，取什么雅琪啊、路边摊啦、网路啦，把人上帝青菜上帝就吃油嘛，没使吃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今天有记得吃派皮的用心啊？对啊。我上帝啊，宝贝，但是这个 CD 等下做回来。这个太严重，这个 CD 啊有进榜吗？没有。没有进榜买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我奉劝各位一定要买到坏的 CD， 哎，不好听的 CD。啊，算了算了，继续讲继续讲。不啦，那个穷店是讲卖青菜，买来路不明的油。有啦有啦，啊，那个油剂加派给工艺又伤肾。对的，那个加的很伤肾。难怪台湾这样乱世啊，中心啊，对啊。弄的这个伤肾哦，我实在觉得头家哦，你多咧用处理这个伤肾的这个。哦，你是咧卖啥物？啥物？甲迄田啦，甲桑叶啊。好，那紧叫来个。欢迎老板。啊，你是卖什么的？叫嘉琪，残沙跟桑葚是果茶。我们刚刚叫大家不要桑葚，他叫我们桑葚。一个版型就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代数上的。桑葚拿了个。油啊，宾馆桑葚啊，油啊，唔能现在吃。对啦。桑葚汁加到北麦。这个可以，这个甜的。我记得了。这什么？这桑葚。桑葚。哦。这是桑葚。我要生了，真的吗？我要生了，我要生了，那我生了，我生了，来，哦，这里的残渣，哦，这残渣，残渣，你知道什么残渣吗？你们喝啊？有像茶的味道哎，残渣你知道吗？你们先喝再说先喝，你们喝，很健康的，很健康的，这都天然的，对，残渣就是那个蚕的大便了嘛，对啊，蚕的大便，对啊，对。含在大便，对对啊，含沙茶，对身体都重要呢。啊，真的，含沙不是我们在乱讲，在中医里面吃中药啊，又不是我们乱讲，中医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是药物，就是含，是不是含在大便？是含在大便，是含在大便，不用害怕啊。他最糟了，当我讲含沙，他说啊，你喝。对啊，我刚拿给他，他说我拿给你喝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你喝就好。救不来！蚕丝被啦，蚕丝被，你要洗被啊？哎呦，对，又暖又夏凉，这个夏天凉吗？做个棉被花很久时要几层啊？要，这个是两公斤的蚕丝用棉被，差不多要10000只蚕宝宝，一万，还可以煮到这样。这个卖要多少钱？这样要卖多少？一万一，他卖11000，百货公司不止啊。对，这个卖你吗？卖，不行，会上火的呢。恭喜！看完节目上网回答，有接获的11000个真正的蚕丝被，哇，冬暖夏凉，刚讲到，而且100%手工平面制造啊，这个绝对手工，不能骗人的。对，那就做几样吧，布啊。这个养比较久，养啊，做哈差不多几个小时就做。哎呦，快哦！对，所以这个你要观众们赶快上网啊！这么多人上网买，送个奖金给他啊！翠会到顶奖，不能落地，落地就重来了啊！预备，预备，翠会到顶奖。
你以前是运动员？你怎么能够跟得上跟那么快啊？对，而且你平衡感很好啊。你以前在学校有参加运动吗？没有呢。没有啊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你是山铁的吧？不是，他的平衡感很好，别看他这样，哇，强厉害、啊。不一定胖的人啊，平衡感不好。哦。不要小看真的、哦、我们的胖子。好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要上来啊？这样我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那个郭士仁。或者我，他们现在几秒？很快哦，是七秒，是七秒。不是没有，我玩的话一定是16秒以内啊！对的，欺负人了、啊，欺负人、啊，欺负人、啊，太欺负人不好。那你来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七秒不是没有机会赢的，要加油，对自己有信心啊，因为潜力无限，最会到丁家。好，厉害了。成功，但是27秒也就输了。我来示范一个16秒的，来。好，好好好，你提个机会来。我现在刚刚要帮我们示范。观众会很紧张，说啊，我们都赢了，你干嘛笨？这跟你输也没关系。对，如果我们17秒，我们就输了。好，不要那么笨嘛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位到丁家。每次讲话的时候，观众觉得啊，你吹牛啊，你怎么可能会？我是真的会赢他，那所以我就先放弃了。哇，怎么可能啊？他一目相看的，一毛都拿不到。我是有心要放水才说啊，我先不要玩，让你们玩。哎呦啊，你真的变了、啊，什么变了、啊？来，谢谢。本来坐这找我说不行啊，你要让人家拿奖金，不要省这个奖金。我每次出来都没奖金了，你看，谢谢啊，干净快。那老板为了感谢胡瓜的展现以后呢，送了这一条给我。我就没有了，可以啊。这送给有办法14秒的就拿走了，好不好？上网回答问题，上网回答问题有机会获得11000块，你我喜欢。按照1、2、3，耶！只要到这方圆苗栗100公里的、啊，你要把微博关掉，啊、把那个 Facebook 也关掉，不要让董文泰知道了。略过，知道吗？不能确认了。谢谢大家，乡亲的热情，向右边跟他们招手再见了。瓜哥说的没错，还是赶快离开，不然董月花又要对雕雕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百寿村寻找一种特别的蔬菜，要介绍给大家哦。接下来啊，就是我跟董哥好好介绍这个东西。想必这种东西你们年轻人还不一定知道，是吗？这种东西4、5年级才会知道。那应该你这么严重啊？对，你们都7、8年级了，怎么知道？哪里，董哥？哪里，董哥？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一个身为在演艺圈几十年的大哥了，今天这种天气高温下用棉被盖在柏油路上，就表现今天要介绍的东西，敷豆芽。啊？豆芽？你们吃过豆芽吗？吃豆芽有啊，吃过豆芽。有锅麻辣锅清炒的，对不对？豆芽不错吧？对。你们没听过敷豆芽？没有啊，敷鸡蛋呐，敷脸呐。孵出来的，孵的，孵豆芽。你看啊，现在董哥亲身示范，他用他的体温加上棉被呢，下面底下都是豆芽。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啊！这有豆芽吗？啊！就这样，就这样。
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们呢，常常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。哦。那多读书嘛。这样啊。豆芽是靠孵出来，叫孵豆芽。你不要找老板了，老板。哎。啊，哎，老板。老板你好，你好。老板你好。孵豆芽没错吧？哈，是以前是有，差不多四五天就可以采收了。对，要孵四五天啊，要人这么辛苦的。是用那个麻布袋。麻布袋，不需要靠人。那也可以，就是用以前那个瓮有没有？麻布袋放上去，然后时间定时浇水嘛。啊，对对对，看人家可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，都看一下啊。是是，龙哥你好厉害哦！这个变豆苗了，这个已经变豆苗了。芽太芽的时间过了，变成苗。是，芽是五到七天。这不用孵吗？这个是超过十二天以上就变成苗菜了。那你是，那你孵那个不用孵了干嘛？我看到这边有这么多，我就把它雷起来。所以你们到底敢搞得清楚呀？那个早先是豆芽，啊，现在变成苗菜了。那你这黄豆芽在哪里呢？在那边，在你们在这个。这是苗菜，那个是豆苗。芽菜过了变成苗菜，豆芽在哪里？变成苗菜。奇怪，我们跑遍外景也没有看到路边有长豆芽菜的。芽菜过了就变苗菜，所以芽菜是不能见光的。芽菜不能见光，它这个是苗菜。难怪我们都看不到有豆苗嘛，对不对？难道我们都看不到豆芽菜？对，原来它是不能见光，见光就变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孵豆芽所以也没有放在外面了，都是放在家里面了，室内吧，所以不能见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豆芽菜不是这个，是苗菜。豆芽成长就变苗菜了，苗菜可以吃吗？可以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芽菜，豆芽嘛，豆芽，那我们今天看豆芽。哇，太阳多健康！哎呦呀，你如果真能吃这个，身体绝对没有毛病。真的有机栽培，真的有机栽培，都是绿的小麦草，对，小麦草，小麦才可以打成汁。对，这个呢是水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土根，好，苗菜。所以你刚才是讲错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考他，我考他。对的，我最近想起小麦草与大自然的结合。漂亮。所以这是土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没错，他很清楚的。对对，我本来想考他，这水根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这个。所以你刚刚又是在。其实啊，我怕他讲错，真正水根是这个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没有。这个是豆芽菜的吧？对芽，五到七天就要采收。对，豆芽菜见光会死掉，为什么可以见光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采收了。这土根的水根的啊，那介绍这小麦草这个呢？这个是萝卜缨，萝卜缨啊，萝卜的幼苗。这一般是哪里？是生吃吗？还是生菜？还是有炒什么的？生菜，这个吃生菜是最啊，很辣，很辣，有味的。这个小麦草，小麦草，没关系，这个好辣，很辣，这个是萝卜，萝卜幼苗。吃了一块萝卜，来，赶快拿这个切，这个切一下，这个切，切，豆芽可以吃，这也真吃了，都甜的，甜的，跟莲雾的甜度差不多，真的，有到七度，你不要跟我演了，真的像萝卜呀，只看你们漱口，他有先吃解药嘞，吃解药了，你吃，要咬，有没有萝卜的辣味吃？好像骆驼在吃东西，香啊！有辣的味道，萝卜的辣味，这个对胃肠最好，真的，对胃肠吃辣，辣了，对胃肠好，很爽口呢。吃到后来好像有那个新鲜的龙眼的香味，因为它那个萝卜就是它有那个辣味，有点瓦萨比的味道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生菜沙拉里面的一种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向日葵苗啊。对，长大就向日葵了。对对，你看这个种子是向日葵的黑色的。你真会演的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你还喊了一下。不是，因为你，我的意思说，你为什么不让它长大变向日葵卖更有价钱呢？对啊，现在那个有机店的它这个打金利汤的最爱。因为它的这个营养成分非常好，非常高。不可深知哦。尤其对男生是最好的。这个就是健康食品啊，对啊，甜度很甜，真是甜度很甜的，哇，很棒哎！那老板今天有安排一些健康的东西有？有，老板娘要准备一些，真的，对，这个不需要开火，就也不用煮了，就很快了，就直接吃，不要再玩游戏了。要玩游戏，太香了。
小哥还要设计有没有啊？这个还是要准备一下，因为还是有的菜会用炒的嘛。那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了，好了，健康一点的好了。停下两滴滴，来来，加油！吃这个永远不会胖。你肚子懂哥，你肚子饿完，宵夜你吃个手卷，吃六个都不会胖。宵夜很健康。我听他说的，如果你肠胃啊不好啊，你就每天喝这个小麦炒汁。哎。对啊，他慢慢的那个胃壁啊，他就健康起来了。真的、啊？一定要从啊，一定要从十开始啊。小麦炒汁不要忘记了。好好好。预备，停啊，两踢一踢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这两片，三片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不错了。十片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晕了、哦？老公啊！啊，你加豆芽菜啊，加素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走直线吗？啊、我们派谁呢？梁文志，梁文志，郭师啊，郭师很细心。对，好，不要笑人家。你看那五片都弄到外面，下雨了。十片不容易啊！哎，就会。停啊，两滴滴。到底在忙什么？蛙哥的水上功夫好厉害啊！哎呦，哎妈，哎蛙哥还穿白袍哎！哎，他穿白袍啊！在那边修道士啊！哎呦，他在干嘛？他干嘛？啊？他在运气打太极。他不喜欢运动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下水了哎！你真的站在水面上哎！喝酒喝喝快，送你打几个，你妈开心啦！我就快中风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对十啊观众后生好运动
你看啊 ，OK 啊，自己玩自己还送奖金，是的，来恭喜你。恭喜你啊！你还算买的贫血啦。说多吃这种啊，但是有时候还是补充点肉类啊。老板，你看，我们还没吃到什么木树芽，还没吃到什么苏沙青啊呢？对，豆芽菜都尝鲜了。来来来，家伙，来，给。你这是你们的豆浆？对，我们的有机豆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边卖豆浆呢？因为我们是专门在种豆芽的。哦，这个豆哦，对，是用有机的黄豆。豆味还浓啊，它没有绿茶的，而且是香的。哦，绿豆，它没有绿茶。好像那个豆浆哦，而且还刷刷的，豆外红的，绿豆沙，它有点像绿豆沙，有一点点，因为它没有绿渣，它是整个好吃的，对，有像我们吃的绿豆沙，只是它不是绿豆的。哎，真好喝，这有在卖吗？通农特有，我们礼拜六、礼拜天欢迎来我们农场参观，就可以喝这豆浆。这个豆也主要是不甜，对，嗯，因为这是豆子原本的香味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？这个是双色芽菜，是用绿豆芽跟豌豆苗，对。哦，这个好像没什么油嘛。对。直接是很脆，嗯，嗯，两个结合在就是脆，真的啊，嗯，很紧张，那就那哎，他脆一下，啊，谁林妙妙啊，你们两个人都喝完是怎样？家店二人组啊，嗯，还加胡萝卜了，对，好健康的东西哦，对呀，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手卷，养生手卷，哇，看起来超美味的，里面还有包水果，这个就好像你包的那个润饼稿切一切，对。哇，这个好多料的感觉啊！哇，素食的健康的。嗯，花生怎么样？哦，好吃吗？还有放花生了。啊，不是，它是黑芝麻粉。嗯。真的很低耶，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跟膳食纤维，它在发芽的过程就已经消耗掉很多蛋白质跟脂肪，所以它热量超级低。我跟你讲，吃豆芽其实对心血管有非常多的帮助，它有种成分啊叫做天门冬氨酸，可以帮助你消除疲劳。老板娘做的那么详细，要送礼盒给？对，我们有送芽菜礼盒，真的。还有礼盒哎，哎呦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物啊？里面很丰盛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面哦，小麦炒腌的，怎么样？嗯，现在这是豆芽泡菜。哎呦，哎呦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哎。还有这个，还有鱼子酱，来，好妹妹。还有小麦，哦，饼干呢？对，可以当风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两盒芽菜。啊，好多吗？这是一个礼盒啊。对，就一整盒，大方了吧？哇！一些健康的东西给你们啊，哎，回答问题，上网回答问题，我们就有机会是获得这个礼盒了。对，那我们再送个游戏给他。好，遇水则发。来喽，你放那几桶？你们要几桶？三桶，一次三桶啊，基本的。你们员工都这么都在塞的？两桶啊，对，也太差了。先两桶，要摆 pose 不能躲，躲要再加罚一桶啊。啊，两桶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两桶，我帮你吃两桶，没有。哦，去。你们都没泼到，没有泼好啊。你没泼到，你自己来再一桶。三桶来，到手了，到手了，来，跟你啊，三战两胜啊，妹妹，加油！一比一啦，你们这一拳要几桶？好，你抢啦，因为你落后啊。六桶。不会话，不会话，四桶就好，好不好？四桶。快哭了。要不要下一道？四桶啊，小妹子八个。四桶，剪刀石头布，结束。哇！
们要飞出去啊，来这边，来，同志们要飞出去。梁总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讲啊。梁总好了，我们先喊他。梁总，梁总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你看还是假桶的嘛？对啊，那个假睫毛破掉了，假睫毛快点，要假睫毛。再说了，四桶了，四桶啊，四桶，四桶，有你剪掉的，你有三桶啊，四桶，啊，剪都很尖哎哈，睫毛，睫毛，睫毛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，睫毛，留下我们再来，哎呦，还是可以的，这个对了，这个没有多放，这么小力，啊，有这个。剪刀石头布，不要说布，烂，你们要看他被泼，你们觉得不？请服用。三三两你再加一千了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都三桶好了，不要多了，都三桶。你都吃了，小贤加油！你反正有三千块，这顶多再加一千了啊。一千哦，好不好？你呢？再加一千啊！加油！你来，不要，你没有付钱，不要，不要。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子要出什么，对不对哈？加油！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看你睫毛掉了没？还没。啊，就坐这里。看你摘。对不起。你要出石头。出石头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慢讲慢讲了，你只剩一只眼睛，他只剩一只眼睛，好可怜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来一起拍照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结束一站疯狂趣味的有机之旅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前往狮潭乡的景点，到底下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？等一下，这个点谁要介绍？对啊，这个应该是瓜哥。对啊，因为他是苗栗在地的嘛。啊，这些朋友、啊，而且他说呢，好像这个点啊是他同学在经营的。对啊，他当年是这样讲、啊，很多苗中的同学嘛，对，在狮潭。哎，刚刚刚一转眼他人就不见了。哎，瓜哥真的吗？哎呦，哎，瓜哥还穿白袍哎。哎，他穿白袍干嘛？在那个好像修道士啊。哎呦，他在干嘛？他干嘛？运气打太极，你在干嘛？啊？哦、他的运气打太极。他不喜欢运动的人。哎，对对对，下水了！哎，我要先走了。他怎么可以下水？他可以走，他可以走，他可以走，他可以走。我有没有看错啊？瓜哥站在水面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美女投怀送抱，送哥赞嘻嘻。熊山的瓜出来了，狮潭乡提供贵竹笋、福菜、席酱，还有高级的手工蚕丝被、养生有机芽菜、蜜蜂麦芽酱、好好吃的芽菜泡菜包、黑珍珠石斑鱼料理包，只要看节目上网回答问题，最趣味的游戏都在今晚的综艺大集合。对，在狮潭，刚一转眼他人就不见了。哎，瓜哥真的吗？哎呦，哎，瓜哥还穿白袍哎。在那个好像修道士啊，哎呦，他在干嘛？他运气打太极，干嘛？啊，他的运气打太极，干嘛？他不喜欢运动的人。哎，对对对，下水了，哎。气功呢？气功，对，这个叫水上漂。对，其实这个有口诀，不难练。其实我当初练了两三个礼拜。两三个礼拜。心要沉啊，气不要太浮躁。啊，这个是修身养性的一种。心要沉，不要浮躁。很快就可以练呐。然后还有什么条件吗？哎，要体重要80公斤。体重八十公斤没有啊？年龄大概要45岁以上。不要抢！没有吗？你几岁啊？我46。你哪有？你44吧？没有，46。46了。体重有80吗？而且在这个10岁，虚岁的话48了。哦。体重有85了。好，那可以，很好。适合哎。那你再来，我教你怎么练，手是个人，心诚则灵。好。
可以好好哦，不要羡慕，不要羡慕。好好，可以，可以，真的要哎。你看你肩膀多油，练了之后气都能行走的、啊。真的、哦，对，真的。任督二脉，行走合一，跟着我做了。嗯，来，来，憋气，师傅，先做为徒一拜。不不不，练就练成再谢我吧。吸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吸气。吸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地灵灵，上山下海，我最行，我最行，众生保佑，众生保佑，轻功水上漂，勇敢地跨出第一步，哎呀，跨出去了，各位。水里面，关在关在，你没有用，你没有认，你没有用心，对不对？我是叫你们练的，你先上来，先上来。哎、欸，董哥，你没事吧？掉了，没有事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真的，真的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用心吧？你刚刚没有用心，董哥，你说你心没有沉，你还好吧？你还好吧？没有啦。你有用心吗？你刚刚有用心吗？我是有用心啦、啊。那你刚刚有念口诀吗？我虔诚呢。我是有念错吗？我跟你讲，天，你再再复述一遍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哎，不是，天地我的那个念错没关系，因为它有玻璃板可以走嘛。什么？这里有玻璃板。哦，这里有玻璃板。你他妈真笑哎！你走走看，可以走了。你看，啊、真的有意思啊！对啊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什么？管他念什么都得啊，空中啊，你放对不对？对吧？我这手快，你看，真的，原来有玻璃板的，没有，你干嘛骗人呢、啊？我那个是你们自己相信我的天灵灵，老是搞这个东西，这种是雕虫小技，这骗人的把手，这种你也搞得出来，这是下流，真的。我那我现在走到对面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走对面。还需要练呢、啊？什么气功啊？练一下吧。练吧，走对面。包括每次要练吧，练吧，练吧。练吧做这个方便喂鱼的啊，啊，你会走那么远干嘛？我一定会坐在等你啦，还有坐在家洗衣啊。你现在急被送好了，现在你等你被撸了，你再好走。啊，既然喂鱼，你坐过去不是喂比较方便吗？啊，你等你被撸了，你再好走，你起来啦。都起来哪里啦 ？OK。OK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你，啊，你坐在前面要不要起啊？方便喂鱼，啊，你刚行行到咧，摔摔跛跛多，啊，你把你有没有？你哪无急做法重要？你问我讲，我讲，我讲，人家没讲你呢，你这样下去，你身上的毒素，明天鱼会不会活还不知道的。你都吓到鱼了，吓到鱼，啊，你起，别人不吃了，你起什么鱼啊？哎，这是哎，真黑珍珠石斑鱼，黑珍珠石斑鱼，对，我们上次介绍过珍珠石斑，对对对，一样的吧？一个是雕刻，一个是鲈科。差一个字差那么多，真的，哪一个是雕，哪一个是雕刻？这是鲈科，这是鲈科的稀少吗？可是稀少，在市场上都没有。可是雕刻的肉比较好吃啊。雕刻不会哦，对，鲈科肉质会比较胶质。他说鲈科也好吃，鲈科好吃，鲈科是不是？我们上次有介绍嘛，你伤口没有好事情不要吃，因为长肉。开刀，开刀，对对对，这种鱼啊，要你伤口好了拆线才能吃。对，一样的吧。手术之后就很喜欢吃这种鱼。哦，那就不晓得长什么样子哦。对对，那是。你绕一下，绕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吧。啊，哦，金出来了。哦，哦，金出来了。哦，这就黑珍珠。对对对，算欧蟹的呢。对对对。哎呦，我们上次有介绍嘛，这个常常那个鲈鱼啊，就这个最吃。对对。它胶质最丰富在这一边。对对对。这眼呐，表面这眼。对对对。哦。全部黑的，我们上次还看到有斑点的嘛？哎，对对，对不对？七星七星鲈鱼，这个就黑黑珍珠斑斑，是吗？市场上现在目前还他说根本买不到，当然买不到，就这里才有。这个鱼长那么大可以吃吗？还要多大？对对，就这么大标准可以吃。你太大了会太早，哎，标准很刚好。
所以差不多多少多少两斤左右哦，一斤两，对，哇，一斤一斤多少钱？一斤啊，这个差不多要200块哦。哦，对对对，其实价钱蛮公道的，对对对对。那养这个鱼水质要好吗？水质要清澈一点，要清澈的鱼是好吃。我一般都是看到山泉水，山泉水这是吗？不是啊，是是，那颜色蛮干净的，那肉质一定甜美了，对，干净，连沙西米都可以吃。这外面市场还吃不到，我们去吃鱼去啊！你看到没有？先送你奖金，我们马上有那个这个真料理啊，值班的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哇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鱼啊！今天的货物啊，啊，可是非常等级好的啊，素质还不错，每一个都漂亮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这么整齐的啊？对呀，有没有超过60公斤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看今天没有，你看，来来来，好，报告主任。你来好了，你好。美女，你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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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那个？看到美女暖身一下。来，怎么有没有分三个、两个、三个？重点吗？重点的二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啊，模样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你们重点啊！看到美女，笑到下巴都互抖了。拜托了，拜托。你们，陈为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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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假。抽奖，抽奖。下的红花海。这根本就是我们弹 keyboard 老师啊，没有，好强，压力好好。谢谢，讲一下，讲大家用吗？对对，吃鱼，对对对。哇，邻居，对对。你很棒哎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搬运工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搬鱼的，服务业。明白。不怕他啦。我是。五十秒，你怕他什么？你3331啊？对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瓜哥，我今天一定拼给你看。对对对，马上就有鱼可以吃了，加油啊！不是，那个鱼分配怎么样？那个讨论什么策略？他好像在买菜的感觉，我就要理我。3331啊！别的他都要3232啦。我看是3111。哎喂，好，休假，三零红海。来，策略。人生当中最后一道曙光哎，人生的夕阳啦，光吧夕阳吧，我跟你讲，人家50秒你100秒，刚好用到一半，后面有奖，老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一次啊。
有这么上进心啊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五分钟再来。好了，开玩笑。阿妙，阿妙，我有意见的。你不比不知道你身体好，一比就知道的话，或是不比不知道身体烂，还要结婚？你结婚在干嘛？腰都闪到了吧？我还要继续挑战这个单元。我跟你讲，你还是赶快结婚，不然你有等生小孩麻烦的。生嘛，恭喜你！你假的鱼要这样，对不？那假的真的吃？对，就叫强力花呀，辛苦了哈，我没关系，不，你现在吃不下嘛，吃不下没关系，我们来吃。我说，以往不是你都会特别我想我，你现在一定吃不下，刚运动完。老板啊，吃到这一餐，你看看，哇，人家可以珍珠石斑，对，哎呦，这个是煎的吗？还是吧？咸鱼啊，对，可以珍珠石斑可以做咸鱼，对，可以珍珠石斑做咸鱼，那要不先腌米盐先腌起来？对，哎呦。好吃啊，而且不像腌过的咸鱼啊，很新鲜，有香味，真的，好吃啊！可以，有点像刚才讲的北京火，哎，干煎白汤，那味道口感啊，那这是沙西米啊，还有这鱼可是沙西米，因为这个哈，我们试试干净嘛，哎，这个沙西米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吃，一定要干净。沙西米，哎呦，我嚼劲啊！哇，怎样？不吹牛的肉，咔咔咔咔，一点都不客气。纤维，好，它没什么，它没有那么筋，咬下去就是咔嚓咔嚓这样。哎呦，像吃小黄瓜。别开玩笑了，大的小黄瓜。哦，它的肉好紧哦。真的很紧。没有筋在，没有筋纹在里面，就是说咬起来像小黄瓜一样，真的。别开玩笑，对，整块都可以这样。啊，好大嘴哦，好假好假，评价好假。老板，观众朋友也很想分享这黑珍珠石斑鱼啊。那如果说它这市场有在卖吗？现在目前市场很少，那只有到这农庄来吃。对，观众想吃怎么办？差不多，一定要准备真空包。对，这个是做好了，不用包袋。这个就不能吃沙西米的了啊！哎，这个就是咸的，还咸鱼的。哦，哎，咸鱼好吃哎，咸鱼好吃。好，这我没吃到这个。这是咸猪吧？哎呦，特别呀！快，这是高啊！好，二价不？好，盐酥的吧？哎，对。先介绍一下啊，肉质的，如果是不讲鱼的话，可能像鸡肉、盐酥肉吧？酥鸡吧？不，是鱼肉啊！哎，是鱼肉。对，像盐酥鸡啊。绝对是鸡肉，绝对是鸡肉，它是盐酥鸡，它那个肉的就是这两个，还有嚼劲，还有嚼劲，哎，你哪里吃出鱼肉了？这么鸡肉，它是鸡肉，很嫩的鸡肉，很嫩的鸡肉，讲那么多观众，你想吃，赶快上网回答问题了啊！老板，我们这个玩个游戏，投怀送抱，投我投好，老板自己去做，准备投怀送抱，努力做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只有我们俩年龄可以做了。对呀，我们找年轻就不对了。我们俩做好了，我们俩做好了，我们俩做。这个做哪有关系？做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怕年龄那么大，我们不怕年轻人呐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能欺负人家嘛。那我们找个几岁了？五十左右，十跟他差不多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那跟我差不多啊。你呢？那你呢？我57。57哦，你看，那我们57年是应该57年是吧？那我是75。75年。那你还没玩游戏，你来跑好了。好，我跑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来跑，还是有料玩，请举手。我，那就你拿了。哎，他们举手，你怎么不找他们了？瞎
找钱玩那么多游戏的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那你也要确定要谁去做，你要问一下啊。我刚讲过了，我们年龄不是吗？哎，要做的举手了，不举手的才要玩，举手的还有什么？你刚刚举手的观众啊？你看我有他有没有举？他没举手啊！呀，你都坐，坐坐坐坐坐，我也没有举手。应该要认真跑啊！对，我会认真。跳高啊！没问题。不要心存邪念啊！不会。谁心存邪念啊？他说认真跑而已。对啊，认真跑，认真跑。好了，准备了。哎，投怀送抱。刚刚我看到了狗哥，他往这边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放掉，他放掉，对，然后他还要不过。我没想到那么下流的。下流。今天风很大吗？你要不要放掉球？这风吹的，那你个人的因素啊。你还敢讲？我跟你讲，奇怪，这边阳光为什么不跑第一个，人要跑那个？你不跑这第一趟吗？你到底知道了没有？来来来来，这边先跑了，报告怎么样啊？好，投怀送抱。球丢了，哎，现在怪我，是掉上来的。你打了，大白没有？没有啊！不要再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那个上来不是，我说我什么东西在上面？你们两个再这样的话，就换我们两个下去做了，你们不能做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认真一点了，认真一点。奇怪，一样从这边开始跑，是，不要再掉下去。丢了，啊，你是不是会摇啊？不是，好，真的摇。不要邪念啊！不要邪念啊！投怀送抱。恭喜颁发3000块奖金，我们是很认真玩游戏的，没有什么邪念的。一开始不认真了，后来认真了。来，刚讲哇，这米家叫货家，吃这个鱼就到这里来了。台湾实在是个宝地啊，什么奇奇怪怪的食物都有，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有，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七天宝啊，七天宝，小龙听讲七天宝啊，这一百阿七天宝啊，欢迎大家来，今天要大家很多东西，想要上网回答问题啊，啊，谢谢，下礼拜7:30啊，礼拜天晚上7:30，把综艺大集合，拜拜。